跟着跟上，快！走，报告组，跟我走。排长，你说让咱们负责炸桥和监视敌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大材小用了？什么大材小用？上面布置的任务，我们尽管执行就行了。赶紧抓紧时间把炸弹给布置了。是，是，报告组，准备行动，走。 引爆装置都调试好了吗？放心好了，我准备了两套引爆装置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对了，排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引爆？等到三营的同志从大桥安全撤离之后再引爆。明白。这个位置很关键，要多增加。临时指挥部汇报情况。设计指令。 敌人已出发，是。
我是。明白。我们团一定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路程增援的敌人已经出发，命令三营一定要等牛头岭战役打响之后再撤出战斗。是。通知其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给我接三营。听见打枪，心里不着急啊？有情况。是陆城日军的先头部队。按照时间推断，先头部队应该没这么快到啊。排长，咱们要不要阻击他们？就知道打。伏击还没开始，不能擅自行动。是。奇怪，看兵力也就是鬼子的一个小队，怎么会配备这么多军官？速度，返回东阳关镇据点。嗨，哎，排长，按理说他们听到前方有战事，他们应该去支援的，为什么掉头走了？对呀，排长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埋伏在这里啊？别猜了，这支部队很可能是我们之前寻找的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军部队。这次发现他们了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可是上级的命令。我知道。安生，你带领二班、三班的战士，继续在这执行园丁任务。明浩，到，你去把一班的同志叫过来。是，明白。你有什么计划？离这最近的据点是东阳关镇据点。你的意思是，在战斗开始前，他们就从这儿出发了？没错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快得到消息。我们可以抄近道，在子镇村这儿截住他们。这地势对我们有优势，容易设伏。我明白了，牛头岭进行大伏击，我们在子镇村弄个小的。没错。队伍集合完毕了，出发。是。Thank you.
怎么来了？你们排长呢？排长他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支支吾吾的？人呢？是，排长让我留在这执行原定任务，他带着一般队伍去追日本小分队去了。这个李牧之，他又擅离职守。这场仗打完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！走，走。我们最多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进行准备。老规矩，我打当头，我记敌位。好。排长，怎么布置？让同志们在两侧设伏。啊！枪声响起后，第一时间向敌人的车辆投掷手榴弹。是。务必在第一轮时间里，尽量多消灭敌人。还有，告诉大伙儿，敌军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。如果他们使用的话，看我的手势，撤往上风方向。是。来，叶排长，跟我走。侦查员报告，东阳关镇据守的日伪军野泉原出动了。
这个据点的日伪军加起来也就100来人，他们赶往牛头岭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他们不是赶往牛头岭，是往黎城方向。黎城攻击黎城的部队不是已经撤出战斗了吗？他们怎么还往黎城进发？黎城的守敌突然集中力量攻打我阻击部队，意图架桥渡河，很有些亡命的架势。我看这一地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才会使日军如此亡命的行动。有一个情况本来是想战役结束之后再向您汇报的。什么情况？特务连王连长汇报说，一排排长李牧之擅自分兵，让一个班长代替职责，他自己则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去追击一个可疑的日军车队。我在想，日军的这些行为会不会与这件事有联系？命令，预备队一连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。是。三营，抽调一个连队协助特务连，守住防线。是。另外，抽调一个连队前往子镇村增援李牧之。是。子镇村，错不了。如果李牧之想要伏击一支小型的日本车队，这里是最理想的伏击地点。执行命令吧。是。发射秘密武器！哎，快去！现在可以。给海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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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用！是毒气弹，快注意隐蔽！敌人的毒气弹。是，同志们，撤！
别动！别过来！ 明浩，告诉他，只要老老实实投降，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。是，投降すれば逆待はしないぞ。 这是毛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怎么样？死不悔改的法西斯！你们看，小鬼子这毒气弹真厉害，如果不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的话，他们就都跑了。虽然歼灭了敌人，但是我们很多战士受到了毒气的伤害。是啊，不过万一让他们跑了，会对我们部队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明浩，走，你让一班的战士把这些纸片都收集起来。排长。 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。
所有部队集结完毕，听指示。好，集结的部队出发了没有？已经出发了，他会在松江与我们会合。好吧，那么出发吧。嘿，出发！ 表演角村还有多久？大佐阁下，大概还有5公里的路程。你们继续监视，我会向队长汇报。明白。 将军，部队的记录已经为之没有。已按照您的吩咐，在周围道路上设置了关卡，并且在村落附近也派出了警戒哨。很好，命令剩下的部队完成对村子的包围。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不准一个百姓离开村子。是，我马上去布置。小泽君，大佐，通缉花舞部队做好准备。 队长，什么情况？他们已经包围了村子，周边的路也被封了。这样，我们抄近路，从竹林里上过去。 花舞部队实施更集，嘿！大佐阁下。
队长，现在怎么办？敌人的兵力火力都要比我们强，硬拼恐怕是不行的。李连长，在。你带你的连，从村子后面绕过去，把老百姓安全的解救出来。我在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不行啊，队长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这是命令，快去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是。带领精锐部队掩护他们进攻。Thank you.
敌人已经被击退，要不要前去追击？算了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来与游击队交战的。 过来办公的嘛，怎么光顾着跟我说话？这不是被您给搅和的吗？程副处长，我看这货物摆放也算整齐。嗯，说明啊，平时管理还比较严格。要不咱们到仓库里头看看？好，听您的。<笑>走。哎，行，这几个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快走！ 撤！撤！撤！一起走吧。不了，他们针对的是你，你自己小心。二少爷说的对，这明显是冲大少爷你的。大少爷，快撤吧。小心点。 大哥已经安全撤离了，没事了。好，闪开！让开！闪开！ 怎么样？东西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老宋已经带着货物箱过去了。啊，我刚才听那边枪声很激烈，没问题吧？你是在担心唐顺之的安全吧？他们也是为了帮我们，担心不应该吗？ 应该放心好了，我已经看见他安全撤离了。凭他们的身手，甩掉几个追踪的日本兵应该不是问题。咱们赶紧走吧，这离松江还有一段距离。车辆已经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哎，快快快！来了来了，上官医生。快点啊！
对，呼吸困难的一定要给他们打消炎药，而且他们眼睛有不适的，这是中毒的反应，用清水给他们清洗以后呢，他们的疼痛就会缓解了。两三天以后呢，就可以看清东西了。好，来，小心啊，再牵着。往他脖子一下，这所有的伤员全在这儿了，那些离毒气比较近的战士，因为伤势过重牺牲了。看来敌人的毒气弹，去里边补位置，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来来，放这放这。那您在和敌人作战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这是部队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？小心点啊！主和庄和其他日军都是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带了防毒面具。 还有就是，出现在战场上的日军军官非常多。虽然没有办法抵近官场，但是出现在战场上的日军军官啊，少佐就至少四个以上，卫官就更不用说了。按说，直接跟我们交战的日军兵力啊，也就是一个中队加一个小队，但同时出现这么多的军官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这些军官，应该就是日军研制化学武器的人员。 你有接触到他们的指挥官吗？他们的指挥官一直在山顶上指挥，并且有防护措施。我们是仓促应战，首要任务就是将老百姓安全地解救出来，所以其他的没有太在意。我奉命返回上海，就是为了追寻这支部队的下落。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展，有愧于上级对我的信任。你没必要太自责。我们在暗处，敌人也在暗处。 短时间内想要找到他们，的确很困难，但是不要气馁，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面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，我相信啊，一定能找到并消灭他们。到。走走走，停！来了。哎，你好，单子。二位有点面生，老刘呢？他怎么没来？老刘家里有事，老板就让我们过来了。我上回跟他来过，您可能不记得了。啊，可能岁数大了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刘家里出什么事了？ 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，具体要等他回来才知道。估计啊是他女儿，这丫头身体一直不好。哎，对了，这儿哪有洗手的地方？啊，那儿就是水房，水房里有椅子，在这儿做工的唯一好处就是不缺这玩意儿。好，那我洗个手啊。哎，去吧，快快，歇会歇会。哎，好，快点啊。来，帮忙。哎， 这根主管线应该是通往另一边的，应该是熨烫洗涤用水，另外一根应该是通往另外一个房间的。那边好像是仓库，即便要用水，也只是生活用水，不应该是主管线。一会儿找机会进去看一下。 已经检查完了，得换下一个地方。嗯，哎。
我们已经查完了，很好，赶紧走吧。 长官，哎，误会，长官，他们两个不是我们的工人，是来送货的。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没有应援的话，根本出不去。我们支援队伍在哪儿？距离我们大概1公里，但之前曾经给他们下达过命令，没有命令不能擅离职守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我掩护，你突围出去。不行，你是负责人，我掩护。这次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的，必须由我来负责。 什么呢？
去。什么情况？应该是有人帮我们解围。到底什么人？那他自己会不会有危险？他既然敢帮我们解围，必然是想好了退路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撤吧。走。沈飞呢？在后面掩护我们。枪。真及时啊！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呢？那个胖子，炸弹能不能扔准点儿？以后，哎，以后比这扔的好啊！别撤。大小正合适啊！嘿，这穿我身上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吧？能搞到就不错了，你还以为定做的呢。你穿军官服，和我扮成日本军官。嗯，明浩啊，你扮成居酒屋的老板。好，海生，你扮成店里的伙计。徐海峰那边会安排一些人扮成后厨的厨师。这件衣服啊，我穿正好。嘿，如果居酒屋是敌人的化学实验场所。那么那的老板和店员，应该都是军人假扮的，包括后厨的厨师，都是亡命之徒，不能当做一般敌人来对待。居酒屋其实就是个幌子，不过这对我们来说有好处，他们那儿的生意肯定不怎么样，平常呢去光顾的人肯定特别少。那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居酒屋的正常营业氛围。正是因为去的人少，所以我们的到来，老板会起戒心。明浩，到，你精通日语。你的任务就是让他放松警惕。是，我们都分散开，等就位之后再一起行动。对于那几个店员，一定要同时拿下，不能给他们任何通风报信的机会。这次任务能否成功，这一步很关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收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一身。哎，好，来，冲个凉。累死了，先回去。哎，过去，过去，走，走，走，哎，过，走，过去，哎，走，过去，快点，走。向你们请，都走。都走。好きにさせてくれ。おやお客様。
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何か食べてほしいか。メモを見せて。これはメネです。どうぞ。ひとまずは寿司。はい、わかった。寿司は2つを、刺身は2皿。うん。跟我们想的果然一样，里边没有客人。ひとまずは三文寿司。わかった。そして日清寿司。あ、さらに一つのカラケー寿司。うちは三文寿司とうなぎ寿司だけ。北極海寿司が他の店探してください。バカ！何でも終われない。一会儿我负责这几个伙计，你负责后厨那边的人。啊。こっちは三文とうなぎだ。刺身はどうだ。こっちは三文寿司とうなぎ寿司だけ。俺のマナーは刺身だ。もういい、出て行け。おい、お前どこにいた。没事。八戒！赶快收拾一下，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赶快恢复。负责掩护，沈飞，走。好，南沙，坐。哎，仔细找。
大磊，自己人。李子木呢？他和沈飞去后面了，让我们随时待命。好。哎，去后面拿点吃的。好。子木和沈飞已经到后面去确认了，一旦确认这是日本人的实验室的话，我们就到后面去。让。あった、長官たち、こんばんは。旦那。はい。選手お願い。はい。刺身二つ。はい。どうぞ。ほら、女だぜ。本当に。いいな。おい、ジョージャ、こっちに使えないか。なんだ、話わかねえのか。いい酒屋の女、なんだそのセリフ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是什么人？なんだこの居酒屋は中国人がある。ああ、それは彼女は以前日本の軍曹と切ったのか。はい、軍曹と一緒に切ったのか。彼女なぜ日本語わからん。お前たち何をした。お前は。この方は俺の友達。すみません、怒らせさせて。すみません、お邪魔します。はあ、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还真出问题了。下回可得小心点。巢穴找到了吗？跟我来。走。大佐阁下，科长，宪兵队的人已将军服加工厂的周边进行了封锁和包围，特高科的人正在赶来的途中。田将军，部署已经完成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大佐，是否通知让军服厂的部队提前做好准备？那里的部队如果有取行动，那势必会让他们看出端倪。今天晚上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一定要消灭这些敌人。哎，准备行动。
具体的结果还要回去化验分析以后才能知道。不过初步判断，这应该不是敌人合成毒气的地方。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对化学物质进行提纯的地方。合成的毒气浓度越高，它的杀伤力就越大。如果对这进行爆破的话，会不会伤害到周边的百姓？不会，还有制剂还没有合成，所以不会造成伤害。那就好，白城，哎，把爆破时间设置在10分钟之后，保证分秒不差。 敌人已经全部的暴露出来，我想李彦军这个时候你可以下命令了。老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清楚，刚才一队日本兵跑过去了，那会儿枪还没响。 估计是去合围的。糟了，是上海站的人袭击了日本的服装加工厂。你怎么知道？下午的时候，唐顺之来医院找过我，告诉我这个消息。可是情况紧急，我还没来得及向上级汇报呢。他们应该是遭到日军的袭击。不行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。毕竟是一起抗击日寇的战友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不过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不能跟他们硬拼。一会儿这爆炸了，应该会吸引一部分的日军兵力。我们趁这个缺口。 把他们营救出来，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这个，老孙你先拿着。 李彦军，你看，敌人已经进入了我们设置好的陷阱里，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田将军，我可不想错过这样一场精彩的战斗，咱们就在这儿，看看他们死得有多么的惨烈。哼哼，撤！打开。 是，等一下。
帮忙。不行，敌人在附近，很可能有预备队。我们现在冲过去，就有可能陷入包围。艾生，离爆炸还有多久？距离爆炸还有不到两分钟。我们等居酒屋爆炸了，再进行营救行动。这样的话，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。陈飞，一会儿你负责捣毁敌人的照明灯。好。其他人，准备突围。是。看来敌人早就知道了。我带人杀出去，掩护你撤退，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泄露了我们的情报。你们都清楚现在的情况，根本没有办法突围出去。就算我们死在这儿，也不能便宜了他们。打！小子君，哎，命令预备部队全力进攻，结束这场战斗吧。嘿，三、二、一。大佐，爆炸的方向是？我知道。这场战斗就交给你指挥，我带预备队先去看看。即使没有预备队进攻，他们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。苏文，立即行动。嘿，行动。突围出来以后，你配合他们逃。好，你小心。快，胖子，炸死他们！来吃爷爷一炮！不死了！
子，加油！好起来！Here! Yeah.